川剧，国心清高，从不睁眼看人。关羽什么样子？你示范一个给我们看呀！我号令箭飞燕，禀过朕等人马嘶吼，远远观箭。那是你的追求。我不怕他报复，我怕他朝你们下手。我不会再让江海参加你们的排练和演出了。演出时间地点已定了，30天后，巴山大剧院。你就是个人物。来，有阴天生了这孩儿嘛。